战争之矛，和平之盾，兵器世界，观古论今。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啊，将一款轻型的多用途直升机命名为海豚，用以执行海上运输、搜索救援等任务。那么海豚是如何诞生的？它的性能如何？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会带您一起走进这款轻型直升机。海豚是一种智商很高的海洋动物，在西方国家，海豚被看作是海洋生命中最具灵性的物种，象征着好运。20世纪70年代，法国将一款轻型多用途直升机命名为海豚，用以执行海上运输、搜索救援等任务。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在非洲大陆上空，有一款直升机十分活跃，它就是轻型多用途直升机云雀三。这架原产法国的直升机因其轻便灵活、用途多样的优点而备受欢迎，多个国家都将云雀三作为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标准装备。然而到了70年代初期，服役多年的云雀三开始老化，设备陈旧，故障多发，渐渐难堪重任。此时法国便计划开发一款全新的军用单发通用型直升机。1970年，法国宇航公司启动了针对性研发，为节省研制费用，2年时间里仅生产了2架原型机。出人意料的是，原型机甫一问世就震惊世界，在试飞期间就连续3天刷新了3次世界上同类直升机的速度记录，最快时速达到了305千米每小时。这就是海豚的原始机型 SA-360。谈到式桅桨作为海豚直升机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可谓尖端技术。虽然这种设计优势颇多，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直升机，因为它的结构重量大且最大功率受限制，因此大中型直升机极少采用。海豚直升机则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涵道式桅桨的机型之一，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应该说海豚研制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在这个云雀的基础上是有提升的。你比如说速度快，又机动灵活，而且你的这个运载的能力又比这个云雀大，还有呢就是它一些新技术的不断的
运用啊，比如说这个新型的这个涡轴的发动机，还有涵道式的这个尾桨，这些技术运用之后呢，都显示出了它的特点。同时具备了出色的运载能力和灵巧快速的飞行能力，海豚 SA-360 信心满满，自认为一定可以顺利替代云雀三直升机，成为法国军队的首选。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由于新生的海豚采用了太多的新技术，使其采购和维护成本远远超过同类机型，并且单就货运能力而言，它也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山猫直升机。海豚内部运输单架伤员的空间都十分紧张，更缺乏运输大尺寸装备及车辆的能力，在军事运输领域很难有优势。法国的军方虽然没有当时大量的采购海豚，但是呢，实际上提出来一个意见，就让他们改进啊，就是你这个360能不能把它的空间再造得大一些，让它的这个速度再快一点，让它的这个可靠性更进一步的提高。无心插柳柳成荫，虽然没有通过军队的考核，海豚 SA-360 却在民用市场备受欢迎。1975年12月18日 ，SA-360 获得了法国民航试航证。凭借飞行速度快的优势，它非常适合执行海上短途运输等任务。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公司都会采购法国的海豚直升机，那么把它作为一个商务的运输平台。因为这款直升机呢，操控性非常的好，而且呢，物美价廉，皮实耐用，它的这种载货的能力，包括高速的飞行能力，包括整个飞行的可靠性，可以说在直升机市场当中，是受到赞誉的。没有成功参军的海豚，顺势在民用市场大展拳脚。法国宇航公司在海豚 SA-360 的基础上，根据欧洲和北美民用客货市场的需求，又改进设计出了多用途民用直升机海豚 SA-365 系列。海豚 SA-365 系列也拥有众多型号，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 SA-365N。 这是一款双发型民用直升机，于1979年6月在巴黎航展上公开展出。该机型机鼻短小，机身圆润，机身线条从机鼻后陡然上升，又在机舱后部趋于平缓，整体感觉更像水中海豚。功能设计上，该机主要用来执行要员护送、客运以及散货运输任务，还可以改装为警用和救援用型号。在当时，在同类型的直升机当中，它应该是一个高端型号，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豪华配置。它飞行的这种安全性和舒适性是非常高的。它的直升机内部进行了很多的减震和降噪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乘客他的这种体验性是非常好的。而且这款直升机，它的故障率很低，即使是进行这种快速的空中旅客的这样的一个运输，我想它也是合格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海豚 SA-365N 是一款4吨级轻型多用途直升机，相比 SA-360 做了大幅度的改进。该机机长13.73米，机高4.06米，座舱长2.3米，最大宽度1.92米，机舱空间可容纳14名成员，比之前大大提高了运输能力。外形上，海豚 SA-365N 放弃了 SA-360 那样圆滚滚的机头，采用了带天线罩的前身机头和常规驾驶舱，降低了飞行员前下方位的观察条件，扩大了设备的安装空间。机身采用了传统的半硬壳式结构，大量应用复合材料，从而减轻了自身结构重量，提高了飞行性能。
为了提高运输能力，海豚 SA-365N 还拥有强健的心脏，它配备了两台涡轴发动机，单台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可达625千瓦，这大大提升了机型的可靠性与动力爆发性。小巧的机身配上大马力，成就了海豚直升机的特性，载重量大，机动灵活。升级换代之后的海豚大受欢迎，在民用市场声名远播啊，世界各国是竞相采购。从1972年首飞后到1997年之间，616架海豚直升机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呢，经过不断的改进升级之后，海豚再次向军用市场迈出脚步。这次海豚在军用领域表现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1978年，海豚首批生产型号进入法国海军服役，主要用于人员运输、搜救和战场医疗服务，同时也肩负起大量的部门执法任务。海豚这款直升机啊，并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军用市场，在民用市场积累了非常好的口碑，或者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研发资金之后，其实是进行了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首先动力系统变得更加强劲，并速度更快，包括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也有进一步的提升。与此同时，世界形势风云突变，美苏冷战愈演愈烈，直升机则在舰队反潜作战中崭露头角。结构重量轻、有效载荷大的海豚 SA-365 系列成为一些国家海军的首选。1984年，加载了对潜磁探仪和反舰导弹的海豚 SA-365F 正式在沙特入役。我是近距离的接触过海豚舰载直升机的，我发现它的这种舰载的这种起降能力非常强，再加上配套的这种鱼叉的助降系统，其实呢即使是有一定的这种波浪或者是起伏，也可以精准的安全的在飞行甲板上实施降落。更重要的是呢，个头比较小，做的呢比较精巧，那么一些轻型护卫舰也是可以搭载海豚的，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人员运输平台，或者说简单的一个针对潜艇进行探测的平台，包括呢也可以携带一枚轻型鱼雷，也具备一定的攻潜能力，所以价格便宜、皮实耐用、个头小，是它走这种舰载直升机发展路线的一些优势。虽然海豚练就了一身新本领，拥有运输、反潜、攻击等多种技能，但它依然不是法国军队的主力机型。究其原因，在于海豚没有精湛的战斗技能。所以，海豚直升机的主要成功之处是作为非直接作战的多用途直升机，往往是人员运输、海上平台补给、消防巡逻、搜救和战场医疗服务等场景。如果你当做这种武装直升机来讲，你就不如人家虎式，你要作为运输机讲呢，这个海豚呢它就显得小了一点，只能装个10个8个人，所以呢你的多用途是优点，但是多用途呢也是你的缺点，就是你没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上个世纪80年代，海上作战的强度与复杂程度日益提高，法国海军迫切需要为吨位有限的驱逐舰配置空中反潜力量，因此海军要求以海豚为蓝本，尽快设计出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的新机型。经过一番升级进化，1984年，全新的海豚首次试飞。海豚也给自己换了个名字 ,AS-565 黑豹。如果说海豚 SA-365 是法军里的勤务兵，那么 AS-565 黑豹就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黑豹机长13.7米，机高4.1米，主旋翼直径11.9米，可乘坐14人。在外观上，
黑豹与海豚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机头下方的圆盘形雷达。这个长在下巴上的眼睛具有360度视界，可以在4级海况下探测到46千米内的潜望镜，这让黑豹拥有豹子一般敏锐的观察力，即使在极端环境中也能发现藏身波涛之下的敌人。我认为黑豹是海豚军用型号的一个终极改进版。我们看这个黑豹，还是针对法国海豚的一个诉求。首先呢，是把海豚的军用潜能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而且呢，海豚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对海搜索能力是进一步的提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海豚直升机最大的一个劣势其实就是它的雷达系统可能探测距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后续在这种终极改进版上，这个海豚就像嘴里叼着一张大饼，是一个巨大的对海搜索雷达，那么针对潜艇目标的探测能力非常强，海豚可以在极远的距离上对它进行精准的定位，而且呢，它的挂装能力或者说反潜设备的搭载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黑豹以高速突击闻名，它的最大时速287千米，最大航程859千米，11千米半径内每小时可以运送60名士兵，延续了海豚速度快的特点。除此之外，黑豹还拥有一副利爪，其机身两侧有4个外挂点，可装备 MK46 型鱼雷或白头鱼雷，用于反潜作战。除此之外，黑豹还配备有20毫米机炮吊舱、 AS-15TT 反舰导弹，可以实现对地火力支援，甚至威慑大型军舰。根据所执行任务的不同，黑豹还可以进行改装，比如用于反坦克作战时，还可改挂4枚霍特导弹；当进行直升机空战时，可挂4枚空对空导弹，陆海空目标皆可应付。黑豹还增加了一项技能，凭借其加装的爱神夜间反坦克系统，它能在夜间执行反坦克任务。它配装的8枚红外制导的霍特2导弹，射程可达4000米，不易受到干扰，命中率高。当夜幕降临，黑豹反而可以大展拳脚。作为海豚家族的后辈，黑豹继承了海豚多用途的特点，它不仅能执行搜救、伤员后撤、物资运输等任务，还能满足侦察、近程反潜作战的需求，成为了真正的舰上多面手。从海豚到黑豹，我们看从一个非常温和的聪明的海洋哺乳动物变成了一个丛林当中的一个猛兽，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直升机它的攻击属性或者说它的海战功能被发挥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黑豹作为一款军用通用型直升机，引起了很多国家的瞩目。以色列空军购买了5架黑豹直升机，部署在其海军的萨尔5级护卫舰上。作为舰载机，以色列给黑豹配备了可识别地中海目标的远程传感器，能够及时将感知数据传递给护卫舰。目前为止，黑豹直升机是以色列现役中唯一无论昼夜都能在海上定位人员的舰载直升机，并且可以在几乎所有海况条件下运行。黑豹这款直升机可能还是在欧洲市场比较有竞争力，或者说法国军方自身的采购数量会比较多，但是放在整个国际防务市场对它进行分析，我认为它的竞争力不是特别明显。首先呢，在同类型直升机当中，其实它的价格并没有太大的优势，而且在同级别的直升机当中有太多的竞争者，如果说它在国际市场上找不到更多的买家，那么我相信呢，最终呢，它还是会走到或者是回归民用的一个发展路线。
作为最初用于取代云雀三直升机的新机型，海豚作为一种灵巧机动的多功能平台，可以胜任从民用到军用领域的多种任务。自从投产以来，它已经占据了世界中型双发民用和军用直升机市场上的很大份额。您看，海豚家族诞生近50年了，作为直升机的前辈，它仍然在不断地追寻技术的进步，让海豚家族更加的庞大。目前，海豚的后代仍然在不断更新当中，在未来的天空里，我们还会看到它的身影。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